大家好，我是 Ryan， 我是一名发型师。平常的工作就是在后台帮艺人造型。哎、欸、，Ryan， 快点啊！今天想要怎么整理呢？哇、wow！ 都可以，我觉得你决定就好，没关系。那不然我们今天绑个低马尾好不好？这样脸会看起来很大。不然我们绑高一点的，要角度高一点点就不会啦。哎、欸，不行不行不行，这样头发看起来很光啦。所以还是要绑低的喽。嗯，好，好吗？你决定好不好？好，我真的都没意见。好，我真的没意见。哎、欸，但是太低了，太低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等下帮你调。所以，我跟你讲，你这发际线就是戴错位置，你知道吗？因为这样看起来会很假。不然我们再后面一点点。这样太后面了。调一下。你有戴过吗？你没戴过，你没戴过，今天为什么是你啊？因为你这样看起来就很假，你知道吗？就很不自然，很假。那就假发